这个是用来干嘛的？地质灾害，地质灾害监察设备。欢迎悠然天成阿哥。有助理感觉怎么样？感觉轻松多了，因为我们的桶啊什么的全都给助理这样子提，网啊桶啊全都给助理提。看到今天的标题，以为是全村最美的女。对的，我就是我们村的村花。谢谢关注，谢谢。感谢奶无缘的关注，谢谢。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。主播依然是来自贵州黔东南苗族。哇，这个叶子怎么像假的一样？比我都大，一张叶子能包我一个。哇。绿豆鸟，黄豆鸟。好漂亮的头。对，像鹦鹉一样的。我们这边自然生态特别好，这个东西是真的大，这个可以用来做雨衣了，家人们。可以用来遮雨。对。给你们看个前摄像头啊，看，是不是？感觉跟我能差不多。太阳太大了，我不太看得清弹幕。今天只有小胖哥来了，欢迎米林的小二弟。哦，我们得从下面渡上去。来，唐静拿一下手机。帮助理拿一下手机，我们把裤腿先挽上去。因为我今天穿的是长裤。哇！哇，今天钓鱼的人很帅呀！啊！钓鱼。哎。真是无语，天天钓鱼，没有上班的吗？天天钓鱼，天天钓鱼。水流急，你看，我感觉应该钓的挺多。哎呦！欢迎榴莲，欢迎卵很多的鱼。毛线，这不会摸出一条老蛇，就真的是吓人了啊！没有，这个绝对不像坑的。来，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抛网吧。今天水流很急，快钓到鱼了。好多鱼啊，跳着跳着的。对。不穿鞋硌脚吗？穿鞋的呀。欢迎张同学。上面依然还在钓鱼啊，他每天都不用上班。他每天就在这蹲着钓鱼。而且好像跳的挺多的样子。不
欢迎繁华，欢迎野钓阿哥。欢迎亚瑟阿哥，刚下大暴雨，下了好几天了。对，所以现在水流很急的。欢迎大股东股份，我这里是刚才是雷暴，在哪？湖南吗？雷都打到头顶了，太吓人了。你真的喜欢吗？之前你还嫌我们这河太小。这么严重，怎么一闪一闪呢？到处漏水。欢迎给乙级环保局，欢迎 TT 姐。我不知道啥是翘嘴和绝鱼，这鱼我也不相信。翘嘴应该是那个白条吧？有鱼。这个还要吃啊？嘴巴咬过的网，上鱼几率高些，查网几率高。硬拉可能会，硬拉会断。查网了，查网了。挂底几率也高。感谢不动心阿哥的点赞。我来，我来。现在不够小了，这个很好玩。欢迎稳住就能赢。空。我觉得那边也不错。欢迎护短的卡宴卡尿谬，欢迎永恒。看出来了，来来来来，有有，来了来了，一只大白条啊，家人们，今天第一条白条，来场地装水，来来来，我们的第一条收获，今天白条一只，嗯，我们今天带了氧气瓶啊，家人们。先把这氧气放在这，放在哪？放在哪？
碰到水有没有事？有啊。有的话就压到上面来吧，来拿个石头把它压到上面来。那个卡在这，小心越狱啊，跑不掉。对，我们带桶的啊。好，那也就在这里啊。来，我们再来一下。对呀、啊。它怎么立起来了？水太高，白体可以飞出来。龟叔阿哥说：“还真不少，那是当然喽。”大姐出马，一个顶俩。稍等，我把这个氧气插上。嗯，放这吧。小心别把那个充电宝扯下去。水流比较急，它是不影响操作。欢迎燕子的豪仔仔，欢迎境界线上，欢迎益达达人，欢迎你好，欢迎一粒小草。欢迎曾经拥有风。有石斑鱼吗？有，今天还没捕到，但是我们这河里石斑鱼还是不少。现在的水流不流急啊，家人们。感谢你好的荧光棒，谢谢。又有了鲤鱼啊，鲤鱼，小鲤鱼一条，充电宝不要放在这吧，给它挪动来，这不是鲤鱼吧，小鲤鱼一条，红色的，红色的是鲤鱼啊，嗯，红尾巴的是鲤鱼，白银色银白色的是鲫鱼啊，轻松，哎，鱼竿没这么快，小鲤鱼看到没，哇，这个很漂亮的鲤鱼，哎呀哎呀，差一点，差一点放生，好漂亮的鲤鱼啊，石斑鱼，石斑鱼，家人们，西石斑鱼，你好阿哥才问的有没有石斑鱼，就来一只红尾西斑鱼，这只有点变异的西石斑鱼，不是很明显，但是是石斑鱼啊，很漂亮的西，这是母的，不，这是公的，公的很漂亮的。谢谢举例罗柚的荧光棒，谢谢。感谢举例罗柚阿哥，谢谢。哇，富足女汉子。来，我们继续、啊。我大姐是纯纯的女汉子。水流今天很急，但是丝毫不影响我们的操作。欢迎笑金哥，欢迎爱无限情无限。情无恨，保险的。发大水了，家人们，由于水流很急。越狱了？没有，没有，也王永安哥，别老吓我。二三，走嘞 ，nice。好，我们开始冲了。谢谢哥哥的大气，谢谢哥哥的十二个大气。谢谢哥哥的二十个大气，二十七个大气，谢谢谢谢，三十个大气。哥哥的牌子卡回来了吗？没有。好像没有了。卡网了，卡网了，此网非彼网啊！谢谢亚瑟哥的小红心。学了多久这么熟练？他好像学了有几天了。欢迎尊独有味。我这回的卡网没货啊，卡网没货。卡网就没货了。看一下这里啊，货越狱没？哎，还在里面，很舒服。谢谢风月无情阿哥的点赞，欢迎风月无情阿哥。这种地方都有鱼，这种地方鱼很多的呀。你们看，上面都有人在钓鱼呢。
要是我们在他钓鱼的那里网，那肯定是大丰收啊，上几百斤货了。没有没有，一条白条一条石斑。换位置了，不要看到我要回来了。啊，一二三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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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点滑青苔啊，掉到那个地方。人都跟着下去了。欢迎泥摸摸泥。这是撒的是什么？人差点下去了，没撒好。换地方了，那我得拿一下东西，拿一下工具。谢谢茶的666，拿上今天的收获，然后这里来一波啊。好，欢迎走过枫叶旅程。看这一网，好网！我看到砸晕了一条，冲走了，啊！去看看钓鱼的钓了多少。这边钓鱼不爱被打扰哦，他是等一下去问。走，换地方吧，这里的鱼受惊吓了，走。欢迎时间回不来，这鱼直接被砸晕。大力出奇迹。欢迎叶秋是魔王。欢迎听风沐雨。谢谢茶的点赞。欢迎不入凡尘。好痛，你手电了。废了。这网除了鱼我卡不到，啥都卡得到。等一下，我把手电先关上来。欢迎道具组不给力，欢迎单身老王，欢迎秋风默默，欢迎 TW520。蓝蓝的天空看得出来啊，但是感觉眼睛看着更蓝。欢迎明媚，熊熊中二之火阿哥说出大货，好的，见你吉言必出大货。欢迎柔情似水，柔情似水是个马甲，你要看后面的字幕的。可是我没有手看后面。谢谢广东靓仔的大气，谢谢。充值协议是啥？水流平时也是这么急吗？没有。下大雨了。最近下大雨了。那里有更大石头，还有水太急了。完了，又卡网了。完了，网了一根垃圾，我们把它清理一下。这里卡网。
欢迎狂战，欢迎休息休息就好，欢迎 GT。哦，要开始修网了，欢迎84006238哥。这里放了一根啊，欢迎73A87。带大家体验沉浸式捕鱼啊！有喜欢的阿哥们关注点一点啊，谢谢。我们先修一下这个网，修网教程。大姐，这个哥哥问你充值协议在哪找得到？什么充值协议啊？我姐问什么充值协议啊？你上苹果手机充值吗？要在微信里关注斗鱼。微信里关注斗鱼公众号。对，斗鱼充值。